修跟喇叭频道，我是手残喇叭，跟着我们不专业的镜头走访全台吊销场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北士林，哪里呢？车轮吊销场。暗时呢？下班就来吊虾了啊！很晚呢，没有骗了。好了，不要废话了，先进去看看人家的环境吧，走。上来啊，右手边有厕所。再来进去里面看看，右手边有柜台。走。没有跟来啊。车轮吊虾场有两个池，都是综合池。后面那个池为什么没有人跳？因为今天后面那个池没有开放。哦，那我们先赶快准备装备吧。还在干嘛？准备装备。不是池边准备吗？要先准备好再去开单，不然你要先开也可以啊。你就是先开，然后浪费五分钟在那边绑线图。他没有加时间就对了。没有加时间，五分钟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不要在这边先准备比较好一点，时间很重要。五分钟可以拉两只哎。你确定有那么厉害吗？说不定五分钟拉五只，时间很重要。哎，不良钓客你也跟来哦。抢胖达的虾，不是你没有要抢我的虾的吗？你要让我钓你的前面而已，不是吗？我前面可以给你钓啊，当然没问题啊。我要来给各位谋福利了。我在给观众谋福利啊。最近比较热，没有奶只好露腿一下。还好啦，没有人要看的。来介绍今天的钓组，虾竿使用高潮菜的虾竿，不要使用乌溜闪测试板，天平使用老司机天平破。赶快有位置，赶快抢位置，赶快开单，赶快开单。我们开好单了，今天钓两个小时两竿。柜台有提供免费的虾米哦，开钓。哦耶！啊，今天没有带自由网丝啊？哎，忘记了，太忙了，手忙脚乱。你把小藤架忘记了？没有。今天也没有开枪箱啊，我都先开完了，怎么这样子？准备好再进来，不要像我一样是准备杆子没准备网，也很重要。哈哈哈哈啊，将军啊，这么快就双钩了，你也太快了吧！有八二在我都会双钩，那如果哪一天我去比赛的时候，叫八二坐我旁边好了。好远哎！现在只有尾鲸没有网子。那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网子，好啊。这样小藤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。开始开始。怎么办？我一直在看你的腿。尽量看啊。我不好意思啊，不用钱。在这边啊，放枪箱不用担心，台面短短的，但是因为有这一个小小女儿墙，你把枪箱放在上面，不怕枪箱推下去。我来就有东西哦，大只哎，大只的，这是我帮的钓大的，我很喜欢大的。听说这里是八二的受伤地哦。对，我一看有七只就还俗了，上次真的太难过，他今天是来血池的啦。八二拉爽爽的日子，他穿的比较大，所以公虾都来闪啦。这是经过八二机器的头脑计算出来的。哎呀，这边虾子真的蛮肥的，嗯，肥肥的虾。先生，你游到我家了哦。那怎么可以拉？目标游到我家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给我点位置嘛。
小时达成了上次两个小时。如果大家今天坐掉的位置啊是靠近路边的位置的话，要注意一下线组，因为他们的屋顶是从内往外斜，所以外面比较低，里面比较高。因为我刚刚有看到有雕刻的线组爬到天花板，就回向没爱注意哦，跟正跟正坐里面也会有危险。线组要注意，阳杆要注意，不要让线组爬到天花板。这是最佳示范。哇，你看那是一道龙虾。穿短裤，露腿果然有效哦。对啊，露腿就有效，现在露腿啊。放虾了，放虾了。老华，这个放虾子好酷哦！它是翻过来，蛮酷的，第一次看到。好爽哦！哎、欸，咖啡加水。哈哈哈！不可能！怎么办？我的讯号来了，等一下。哇！哇，又拉一只了。我们今天的虾都是八二进贡的，我们今天两个在冲阿小。现在钓虾都是要钓你在前面的吗？没错，仅限认识的。降落，降落！爬线菇降落了。下，降落。800公尺，400公尺，降落。看来钓虾享受到。来替完单。钓完保持整洁。耶，还是好钓客。好，你已经准备好要称的就对了。对啊，然后早就准备好了。哎，真的蛮多的。三个人的量啊。对啊，海金秤归零。后钓小盆酱的一斤，总共是3斤13两。14两吧。啊，3斤14两。老妈，你喝醉了吗？没有，没喝醉，都是八二在贡献。是哦，八二太厉害。对啊，我中间都没有他了。他是达人呢。我今天没有抢虾哦，我只是乖乖钓我前面。拉手手啊！好，我们钓完了。今天靠八二女达人替我们拉了不少虾子，真的钓蛮爽的。对，只有你钓很爽吗？偶尔也该换我爽了吧。总之呢，车轮钓它场就是场地大，然后没有烟味，钓得很舒服，就整个就是很爽的，对。还有靠近那个门口的走道啊，就是比较狭窄，坐钓的时候就是尽量往前坐，让后面有位置让其他钓客通过，就鬼觉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在影片底下按个喜欢，并且分享我们的影片哦。喜欢我们的朋友想要支持我们的订阅，旁边有个加入，记得加入会员哦。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老爸，其实你也是掉我前面了。这样吗？我觉得是我的正前方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是我前面，对，正常，正确。那是你的正前方啊，可是也是我的正前方啊，你看，他坐到前面。对，你的杆子是这里啊，所以你正前方是这里，这水泡里面。哦，好，这水泡外面都是我的。好，都跟你讲就好了。